来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什么？带枪朱丽叶的飞枪水加强版。加强版。OK。这个故事是这样的，因为我四五月吧，大概买了一个古怪分子淋浴。对。啊，淋浴，然后它其实是非常一个好叠枪的基底。基底辅助工具，我们也可以叫它辅助工具。辅助工具 ，OK。然后因为快用完了，因为这大概是我最常使用的香水哦，因为是天天用，啊哈，哦天天用。然后因为它又，其实它的味道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淡，是那种淡淡的削铅笔机削下来的淡淡的木头味啊，所以它不会影响我们在叠香的时候原有香水的味道。那因为它快要用完了，然后又来补货了。Okay. 那正好，替代版出现了，替代版哦。那效果一样的吗？我们今天就来试试看，对啊。再来试试。好，对。来，那因为以外观来讲，这两个我觉得还是有差别。就这个至少在包装比较完整，对美观程度来说，对好很多啊。带枪朱丽叶飞香水加强版，加强版，因为这个又是加强版。那因为我后来发现问了一下，很少人有这个，所以我们就买一个加强版来试试看。所以飞香水它本来也是类似像这样的用，对用途的，本来就是可以单喷的啦。本来这个是它加强版，好、okay, 哦、加强版，加强版，好 ，OK， 加强版这边可以看到这里有、嗯、这牌子我一直真的、哦、这才是 Super Duo， 我很喜欢这个牌子 Super Duo。那的我很喜欢这个牌子、okay ，因为这牌子就是它都走比较特别标新立异的东西，然后但是又很有它的特色。然后飞香水原本就是它这个品牌最有名的一支香水，这只要知道这个牌子的都第一支一定都是知道飞香水这一支。这个颜色蛮像那个眼药水，对，很特别，很特别。它应该是瓶，因为瓶子有做一个那个雾面的感觉，半透明。那我们今天来试试看，嗯。那你看这个有盖子真的是好多了、啊、至少跟这个好了，它不是不管它的正包 T 包它都没盖子，正包也是这样，对对 对, 對，只是有个盒子，然后盒子非常简陋啦、啊、OK 这纸盒、嗯、好来，就我们在场的三位都没有闻过加强版，它这个味道比它明显一点，那个真的是有啦，比较深、哦、是有味道，对，它跟飞香水的味道是一样的，只是它就是再更浓一点。OK，、啊、对，有些人如果觉得喜欢飞香水的味道，但是觉得它太淡了，就可以买这支。嗯，因为飞香水本身也很好闻啊。对，就是它的味道来讲，以香味来讲是比它要再明显一点点，嗯、因为这两个都非常有名啊，就是、嗯、对，在因为它。其实也没有什么香调表，都是龙涎香、啊，对吧、啊？对，就是以龙涎香为主的。OK， 嗯，它就有一点麝香哈，有，好，它有一点麝香。它，我正要讲，它一开始马上一开始闻到的那个龙涎香味道很浓嘛，然后再来就麝香，麝香，嗯嗯，它有一点点，等一下我拿一下好了，那它的那罐。来自啊，好，这个，嗯，啊啊啊，它有点这个影子，一点点了，一点点，这是一点点 ，OK， 有，因为也、啊、它也是龙涎香，对，有，但是它的更浓一点，它的那个香味更明显一点。那这支我觉得还蛮像的，适合什么样场合用？感觉起来，目前闻起来，因为我们依照它那个许愿上面写的，嗯，它其实，它可以单喷。啊、那也可以做一个碟香，碟香，碟香，啊，碟香。那我们等一下去找一支我们那个平常都很熟悉味道，嗯、然后我们碟起来碟上去，好不好？好好我去找一下 ，OK， 立刻来碟看看。对，这一支很棒哦，带枪朱丽叶的加强版，对对，没错。它原本的那个版本，它是整个瓶身都是白的，嗯、然后这支它就做有点那种半透明。雾雾的，然后有点透明的感觉，嗯、蛮漂亮的。这个好不好？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味道了、哦，对啊，就是古龙。OK， 那我们要，哎，那等一下，那要喷两边，一边没叠的，一边
一边有叠的。好，没有，这边已经有那个英提诺的那一只。这里，哎，喷泥山的、啊，要喷泥山的。哎，这个功能是放下面，这个放下面。哦，有这个下面刚已经喷了，刚已经喷了，对对对 对。那就直接放上去。对对对对，这个单喷叠。水。叠单喷叠，这叠的，这叠对对叠的，好单单喷换手，哎、欸，其实它还蛮油亮的，对对、哦、对，蛮油亮。泥山这个其实本来味道就已经很明显，它多了一个复合的味道、啊，对，有哎、欸，有有哎，多了一个复合的味道。但是我觉得它的味道又有在混合它的原本的味道，就是不是单纯说只是它的，有一点影响。对对对对对对，它把它混进去感觉，而不是把它扩散。像之前那个骨罐分子是有扩散的，骨罐分子是原本的，它让你的新的香水的味道更浓郁。那但这个的话，我觉得它可能没有单就是林毅的那么单纯说就是只叠上去更浓而已。它有混到它原本的味道，可能因为它有一点点麝香木质调、所以让它本来比较活泼的个性就稍微沉默下降，比较对带木质感，对就带木质感，嗯，反而会变另外一种比较沉稳一点，对对，就比较沉稳一点，就没有还有一点就是它本来有点糖度，然后也下降、花香的感觉少一些，对，然后多一些木质调。看一下哦，那我这样叠也是，它有麝香，哦、不错。嗯，其实它单喷就很好闻的啦。对对对对，单喷就很好闻。嗯，好。但叠香这个感觉又很不一样、哦，对，就有新的味道出来。对，而且它应该叠上去之后，这个持香时间应该会延长。对，至于、延长的效果有没有比、有没有比它再好一点点？那我们等一下拍到中后调的时候就大概知道，晚一点就知道，对，好吧。那 那如果初步来看的话，这样这个香味适合什么样的场景来使用？我觉得它是很棒，可以日常用。对，日常用，它是一个很棒，几乎是可以说是一个很棒的，我可以称它为辅助工具。辅助工具，辅助工具，加强那个持香时间。嗯嗯，好。加强持香时间的一个，我个人觉得啦，是很棒的辅助工具，因为我用了这个应该用了半年多了，嗯，那天天用，它是我唯一天天喷的香水，哦，不错，很实用，对，很实用，它每天都在叠香，厉害哦，不是因为我正常我不会喷我的沙龙香出门去工作、大部分都是喷商业香 ，OK， 因为商业香很多淡香水嘛，对，但是它的持香时间。它的成本，对它的那个当然就会换算比较，对、嗯，那你就正好借用这个机会，反正这个都买了，对，辅助它，对，所以我可以用了大概半年的时间，应该超过一点点，我可以用、它，真的是可以延长，大概一半的时间、我可以负责任说、对我来讲延长一半的时间，对、okay ，然后有些可能你半天没有味道的，喷它你回家的时候就下班回家的时候还可以闻到淡淡的味道 ，OK， 好啊 ，OK。那我们现在前调走到这边，没问题。那我们待会晚一点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后调，没问题。好 ，OK， 拜拜，待会见，拜拜。好，回来啦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那个带枪朱丽叶的飞香水加强版，加强版，加强版，对，这是加强版，这是加强版。我们刚刚三个有讨论过，经过我们一致的讨论之后，得了一个结论，对，就是。加强版可能不太适合做叠香的工作，因为它的龙涎香大概是原版的两倍到三倍、所以实在是太强烈了，对，会干扰到原来香水的一点香味，其他香水的对香味，它会把某一个香材特别拉出来，对，拉出来提升，对，對對對對，然后因为是因为。他到底会拉哪个出来？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，对，对，每个人不一定的，所以我们建议还是，如果你要叠香的话，还是使用01古怪分子001，对对对，啊，古怪分子01或是它的一般版，可能会更适合一点，就是它的原本的味道会没有那么的重，也就是说，
加强版它自己有它自己的个性啦。对对，你加上 Twin 之后，可能就比较不会是加成的。它的显香真的是更明显一点，强强碰，对，就是、强强碰没有办法。对对对，好。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，它一喷出来就是，不是木头味，是带着一点点麝香，但是它就是一个强烈的龙涎香了。对，嗯哦、喜欢像 Le Labo 十三那种感觉的话，这支应该也会觉得很赞， okay. 对，有一种很接近的调性。嗯、对，我觉得蛮像的。我们建议就是大概就是它可以就是单喷啦，就不要再去叠、嗯。对，单喷就很够了，应该也很持香。对，但不过如果你有好奇心，想要试着叠看看，也可以，说不定搞不好跟不同香水会产生出不同的化学效果。那我把它带回家之后，我就会全部的香水都叠过一轮，试一下这样。对，然后我会再交心得报告，好吧？我会再交心得报告啊，就是跟那个零一古怪分子零一的差别到底在哪里？ Okay. 对，好，我们本着实验家的精神，就是用自己的皮肤做实验。好，那它的后调呢？对。就是龙涎香跟超级龙涎香，是哈，麝香，对，麝香非常的明显，嗯，啊，麝香非常，就是是那个背单阳光背单那一种麝香哦、啊，就是还是分蛮，不是动物的那种麝香哈，不是动物的那种香，没有带任何的骚味，对，偏暖的，偏暖的味道，干净，偏暖的，对，是干净的。好，那这个现在这样的季节适合吗？没有，我觉得蛮，我觉得它秋冬这种龙涎香麝香没有什么。季节的限制也没有，早晚的限制也没有，男女的限制，因为它喷在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人身上、不同的场合、不同的季节，它都会呈现出不同的香味、不同感觉。对 ，OK， 好，对，好闻啊，好闻、对，可以直接使用，而且黛羌朱丽叶这个牌子的 CP 值一向是非常高的，对，对，这个牌子任何。的味道，我想都是很讨喜的味道了，那、基本上都不冷，对，基本上都不冷。对，那这一支里面又是最知名度最高的一支，就是飞香水，飞香水，推荐给大家，对，可以推荐给大家，对，好不好？喜欢就可以买来试试看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那我们下回见，拜拜，拜拜。